旅程沿途都有水厕、含卫生纸，都免费停车场。二、本集有对大鹏湾区各车坡点与各项活动的详细介绍，供您挑选想停留长时间的地点。三、我此行的旅游计划书在影片说明栏有更详细的资讯说明。四、大鹏湾区的车坡点推荐。一、青州滨海油气区较安静。二、大鹏湾帆船基地旁太阳能板停车场，商业机能较强。五、行程的点看起来好像很多，但小点居多。特殊体育活动若无兴趣，说明栏推荐附近的替代活动方案。六、影片的编辑依照动线流畅的时间顺序呈现，团体出游需放慢速度做景点取舍。七、花季的末期，雨季但相对天晴处、疫情期都是避开人潮的好车泊旅营时间点，但请小心防疫哦。沿路经过这个地方，它的道路两边都是一些外汇的，就有已经熟的板豆的菜可以买，好，各式各样的，有大份的也有小份的。这边是内门开机总铺师古早味，对象是仁祥专业外汇，蛮多选择的，但是就是比较没有青菜，哦，所以外食买回来吃这样吃很方便哦。今天又来下练滑水场学滑水第二次哦。现在天气比较热了，所以龙哥帮我准备了
这个防晒的帽子，对讲机在这边，哦，这样就好舒服，而且好可爱哦。那今天要学的是要跳起来，跳出去就要拉着就要走了，然后还有不停的没有不用停下来，就直接过弯，然后滑着绕圈圈滑回来。Thank you.
开始连续转弯滑水后，手要承受那个拘力，所以手就会有点开始长茧，会痛了。所以每滑大概几次吧，就要休息，主要是手要休息。遇到疫情，这个大只的料理樱花虾，大只的哦，大只的，3包250块。在车程福安宫或任何其他地方买樱花虾，一定要小心。你在架上看到的大只樱花虾，好像很便宜，可是它在台面下帮你装袋的时候，可能快速换成中小只的樱花虾。我回家要真空封包的时候才发现，它就是赌你不会马上检查，所以你买的时候一定要马上套袋完，一定要马上检查是不是你刚刚挑的那3包大只的樱花虾，不然就会被坑了。本来想摆拍完就带外带回车上吃，但是既然周边那么空，就在这里吃吧。在吃之前，我桌子全面都用酒精瓶消毒过了。昨晚车伯在新皮乡综合休闲公园，那这个公园地还蛮大的，这个道路是县道而已。你看它白天车就不多了，晚上几乎没车。它只有在过年的时候会有花海祭哦，这整大片公园会有花海祭，可能那时候人才比较多。那这里的话，它桥下来这里有个凹洞可以路边停车，这个公园是没有停车场的。那我排行程通常是以我的旅游行程的动线流畅为主，然后再决定我的车泊跟洗澡的点，这样。好，你看这是都是路边停车，好啊，所以这里刚好桥下来凹进去，这里就很适合停车。好，所以这里晚上车泊还蛮安静，只是会有一些野狗啦，不过它自己就会走了。公厕在篮球场的旁边，小小的一座公厕。那离它是有铁门的，所以我不确定它晚上会不会关起来。但是离这个公厕离路边有一段距离，所以上起来要用的话不是那么方便。哦，然后这个公园，你看它很大的草坪啊，可以放风筝啊什么的。好。就是一个空旷的地方啦。我不是要推荐这个车泊点，只是我下一个点离这里很近，所以我昨天晚上就睡这边。另一个车泊可以放车的地方是在新皮乡立幼儿园前面的这些停车场。好，这样离路边就有一点距离了。地势上有一点点倾斜，不过算非常平坦，然后有一点树荫。那旁边就是消防局，好，所以可以穿过这个树的间距，然后插进去，像这台车这样。
哇，饮料好大杯哦，我点的是冬瓜柠檬，再补10块钱而已。柠檬是新鲜的柠檬榨的，很大杯的冬瓜柠檬，700cc 的。你导航可以导潮口平台，那它就会经过大鹏湾跨海大桥右边这边下方大桥面，桥面下有很大的停车场，这样有自然的天幕，很凉。潮口平台这里有好多人在海钓，它有停车场，然后很多人在这边钓鱼，然后你可以看对象，有人在玩水上活动。看整个大鹏湾区，我在钓鱼，然后这里有大鹏湾的西湖咖啡广场，这里车泊就比较热啦，但是有公厕，所以车泊可以车泊在要进来这里的那个转角，就是桥面下的那里的大停车场，很多人在那边车泊，但是那里没有公厕，是那里是免费的停车场。好，这里是喝咖啡的地，喝咖啡清食的地方。西湖咖啡广场这边，你可以看到对象，这个就是晚一点我要搭乘的澎湖观光游艇。如果你搭假日哈，你搭4点那一班，他会遇到4点半。这个大鹏湾跨海大桥的开船秀，在大鹏湾这边的车泊点，你导航 Google 导航导潮口平台，那在必经之路上就会经过大鹏湾跨海大桥一侧的，你看整个桥墩下方的广大停车场。哦，这里游览车停车场也有，小客车停车场也有。桥面下这边很大的停车场，然后很多人在这里车泊。哦，在这里就很凉了，不然屏东实在太热了。不过可能会有流浪狗啦，就不要喂它。你看这里真的很多人在这边车泊。大家看一下，哦，就不过去了。哦，其实范围还蛮大的哦。青州滨海油气区也是另外一个可以车泊的点。哦，这边就是在车泊在大鹏湾跨海大桥的另一侧。哦，一样是桥面下，你看这里好多车子在这里车泊。那这附近是有水厕的，因为在油气区，所以吃啊、水厕啊，一些商家都是有的。没什么人在经营，好，所以都不用停车费。然后桥面下停了很多车，然后停车场也停了很多车。那这边，哦，这个主体建筑下方，你看这里。很多人把包包丢在这边，因为他们都下去沙滩玩水了。左手边有商家，有轻食、喝东西、吃东西的地方，可以看。哎，好，然后海边，青州滨海游戏区，看海滩上很多人哦。
玩水的。好，海堤。海堤上也很多人在海钓。大鹏湾跨海大桥，好，现在左手边那边就是刚刚说的，如果你去潮口平台会经过的桥面下的可以车泊的地方。那我们现在在青州碧潭游戏区这边，就是另外这一侧桥面下也有可以车泊的地方。请问一下，今天是经典行程300块，有什么？经典游程的话，它就是包含到有免费赠送的大鹏湾野生的10颗一份，在船上吃吗？对啊，在船上吃。然后我们上面游湖船的话，我们游湖时间大概40分钟，沿途会做介绍。船上的话，我们今天开桥秀船班，坐的是双层游艇，比较特殊，所以船上会有咖啡、饮料、饼干提供。非疫情期间也一样有嘛，对不对？都有，因为现在其实都已经解禁了啦，其实没有特别的。那开桥秀的话是假日才有这一班，假日才有哦，礼拜六日才有。对，六日才有傍晚的这个。傍晚时间一天一次，夏天是5点开桥，所以船班时间是4点半。对，4点半登船，4:40出发。欢迎是谁？全台湾了，就我了。九天仙女唯一一件节目，恭喜九天仙女驾到！帆船基地，这前方是风帆咖啡，然后这边很多人在这里玩水。左边就是游艇的私人码头，再过去就是船务中心坐船的地方。风帆咖啡的旁边有货柜屋做成的男女的浴室，然后有垃圾收集的地方。哦，这里没有公厕，公厕再往右边走一点。浴室男女各4间。好，里面是只有冷水啊，不过屏东实在是很热，没有任何的置物空间，只有一个吊钩而已，所以你要带你的盥洗包或者大一点的包包来。水上活动体验。然后项目有这些，Thank you.
准备哦。